觉得人事地物很重要，有个好朋友他能够帮你从旁帮你啊接触一些什么东西。那环境呢也是一样，好的环境造成你会有好的动作嘛。是。那我刚刚说事情呢跟物也是一样，这个东西你不要去想它就没有了，所以你要朝人事地物去想。况且就是意志力还是很重要的。那其他就是我是觉得在我的想法啦，终究怎么做任何事都是自己的心，自己的心魔你要战胜比什么都重要。你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大爱会客室，和我们一起来看戏聊人生。在这个慈济有一首歌曲叫做一念之间，一念之间可以在天堂，一念之间也会在地狱哦。很多时候呢，就在一念之间之后，其实一个抉择之后会有不同的结果。我们赶快呢，请我们的来宾和我们来聊聊这个主题。首先的话呢，是饰演阿嬷妈妈的吴秀珠，秀珠姐好。主持人好，各位好朋友大家好。再来的话呢，是饰演水源爸爸的魏文良，文良大哥好。主持人好，全球的大家观众大家好。继续的话呢，是我们小妹这出戏的制作人许嘉实，许制作好。主持人好，全球观众大家好。最后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本尊林富裕师兄，富裕师兄好。主持人好，全球观众好。在今天剧情当中，我们就有看到了，其实啊，阿嬷妈妈很努力想要戒酒的啦。可是呢，像是酒啊、烟啊这些这种不好的习惯，其实在戒除的时候，我觉得除了环境之外，但我们首先人要有决心，对不对？然后在环境可能会有些诱因，就像是阿嬷妈妈去到了土地公庙，本来是要求神明给自己加持的，没有想到看到了酒之后，哎，又被牵引。所以那个环境是不是也很重要？还有旁边助缘的力量，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请几位来分享一下，就是在您去除一些可能不好的习惯的时候，哎，你是怎么样做的？周围环境的话，有给自己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吗？制作，大概我不良习惯很多，没有，我常常觉得，所有的诱因通通存在，所有的善良面也通通摆在那里，所以我觉得人的一生，有时候你好像一直走在一个零线上面一样，那你左右各随时你都可以放下，其实。这个中间在于自己个人的一个掌握，这是一个智慧。是。那我们通常并不拥有这个智慧，因为通常我们并不接受失败。我觉得无论是戒烟、戒酒，或者戒任何赌博，或者等等，都是这个样子。就是说，你必须很坦然面对失败，找出失败，然后你才可能克服这个失败。所以说，傅裕师兄的话，其实您怎么样来看呢？这个改变，我想你走入慈济的话，对自己应该有一些改变，对不对？对，就是说，当初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些的地方，因为当初还没有走到我们慈济里面来的想法，和现在的想法的时候才理解，说就是。人往往都什么东西都是要有一个意志力，是缺乏意志力的时候要克服就很难。我现在进慈济才懂得说什么叫做定力、意志力，这样啊，所以才领悟到是。其实是不是因为在团体里面就像一个家的感觉，其实有很多助缘的力量，所以其实你要改变一些不好的习惯的时候，其实旁边有很多眼睛在看着你，这个无形当中其实也就是给自己鞭策自己持续下去做改变嘛。对，这个就是像我们在人群中的时候就是在磨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那个镜子，一些都是有好的一面，也有平常的一面，所以呢，就是要，用心下去看，是就会领悟到。没错，就像上人告诉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是一部经，每一个事项都是一个法门，对不对？我想对于秀珠姐来说的话呢，哇，演这出戏竟然让自己
烟也戒掉了哈，不再叫做这个无含烟了，对不对？这是千真万确。可不可以跟我们来谈谈？其实你在戒，因为前面你有提到说你戒烟哈，是。那我想你自己当然有这决心，嗯。可是外在应该也会有一些刺激或是诱引，你怎么样克服呢？老实说，我在戏里头我演一个酒鬼，嗯，但是在我真的是滴酒不沾，嗯，但是我抽烟，嗯。演了这个戏之后呢，最严重的时候你一天要抽几包？将近两包，一天抽两包哦。对，对，那演了这个戏之后，我整个戒得干干净净，太棒了。但是旁边没有朋友会激你吗？讲说，哎呦，你怎么可能一天两包？怎么可能说戒就戒？我还有他们，我们整个如果大家都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抽烟，我站在那里，我一动都不动，不动心。哎，你的定力这么好？嗯，不动心。戒的当时哈。几天里头哈，我还有一点心，还有一点毛毛的。可是呢，我自己赶快离开现场，赶快离开现场。所以您戒烟的话，其实朋友的话其实都是认同的，没有刚开始可能会有某比较幽默啊，或者想说，哎呦，你大概戒烟戒一天而已啦，第二天的话可能又继续抽了。我还没戒的时候，他们都叫我含烟含烟，听起来很好听，其实意思就含一个香烟。嗯哼，对，嗯，那我现在也是含烟，不过上面无字要加上去，对，就是没有含烟了。无含烟。我开开玩笑了。所以其实你觉得你戒烟是靠你的定力对达成这个目标的？对。可是有些人定力没那么好，该怎么办？你是过来人，建议大家可以怎么做？离开现场。嗯哼。不要受到环境去影响到。马上离开现场。嗯哼。嗯。我觉得这是我走过来我做的最好的一件事，就离开现场，不看，赶快不看到。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方式哈。那文良大哥呢？你自己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其实我目前就是朝着戒烟的方向走了。嗯，那一般人说真的就是贪嗔痴是一定会有的。那刚刚也讲过，其实我是觉得人事地物很重要。有个好朋友，他能够帮你从旁帮你啊，戒除一些什么东西。那环境呢也是一样，好的环境造成你会有好的动作嘛。是。那我刚刚说事情呢跟物也是一样，这个东西你不要去想它就没有了。那人还有一种状况，当你失意失智的时候，有可能再犯某一些不良的习惯，所以你要朝人事地物去想。况且就是刚刚这个秀珠也讲，意志力还是很重要的。那其他就是我是觉得在我的想法啦，终究怎么做任何事都是自己的心，自己的心魔你要战胜比什么都重要，是这样的。所以您会开始战胜你的心魔？我刚刚说过了，我已经朝着这个戒烟的方向走了，有一定会。好，在我们四个人的见证之下，希望您可以越走越好，早日达到那个无烟之门，这样子，对不对？好，所以啊，这个戒除恶习的话，好像需要很多助缘的力量。那我们来请教师兄，所以那时候你看妈妈的话，你觉得妈妈为什么那么难戒啊？你觉得你观察到的原因是缺乏环境。嗯，环境假如改变，他要戒的几率就比较容易，是缺乏那个环境。对，环境，因为周遭的环境都是有人哈在抽烟啊，还是喝酒。嗯哼，要叫他戒就比较难一点。嗯，好啊，假设在没有人抽烟、没有人喝酒的地方的环境，自然而然就会慢慢淡化掉。嗯，没错，所以你的下定戒的决心还有你的一念之间很重要，选择善的团体，选择对的人，选择对的环境，那你的恶习就可以很容易戒除了，对不对？对。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四位和我们所做的分享，感恩。同时呢，也感恩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大爱会客室，我们明天见喽。